山，也告别都要火弥漫，定有妖精。什么？哦，师母不必惊慌，带徒儿先去驮那来。八戒啊，你为何发笑？师父，侬当真相信后头的话，就是为东山恶山，还要见识了黑山，上不得西天，见不得菩萨。苏大师兄言之有理，此山可是险恶，苏还需留心才是。哪里那个高许多妖怪呢？哦，师父何不明白恰，先去请山看路。好，那么好。八戒啊，八戒啊，我听见个啦，命你前去青山开路。师傅，我不好去个去。怎么？我要保护侬师傅个呀。八戒，你干事去怕妖怪？说，我怕妖怪，谁我们怕妖怪？你有妖怪，还用不着大惊小怪。你。万不夸这我这我这这这啊啊啊啊啊啊啊事情不可大意，小心妖怪。师父，还问让山，不用害怕。小夏，
原来我在这黄区了。哪里来个妖怪呢？人啊，走得七里三大地。哎，没错，我还在这棵大雨底下困他一觉，再往乡下们真开心，亲戚们笑声迎，老子金山踏踏平平，无忧无。困难有了，少年啊，少年啊，为何喊人啊？人喊你要喊完我。哪个月你有人了？哦，没错，青天白日让我老子自个来打做梦啦。哦哦哦哦，这个村子许是大意，有了，待我拔下好帽，并化几只王凤将他妖星。起的，算我老子倒霉。哎，辰光不早的，我老子好回去的。没带过，那子午名气，按我那个娃娃呢？来大的，让我上好的高娃，回去拼拼师傅，再拼拼那个头名的后头。对，带我来试上一试。师徒二班。八戒，明天巡山开路，前面什么山？师傅，我老子山经过的，前面要座，石头山，石头山里有个石头洞。那师傅你去，一问道，妖怪有没有？我叫我妖怪叫怪多，不过看见我老子哈哈才的，一个走出来，我指点。看个走出来，我子呀呀，要花万他八九爷，请我吃了一顿，又彩彩荡荡，送我下山。哎，我这个我了去，那是五看百味相惜，山中那又要荷花。五更天把头晃，哈哈，
请揭穿他的假话变了。把我放生，命你前去打听唐僧消息，有何动静？有病！都没有上去下面，两儿许孙催过去。听此不驾来开路，了有大圣。后边唐僧果断来了，哈哈，三思一想的唐僧屈膝见到唐僧元有请宗魔王。嘿，有请宗魔王。参见本夫人。
就是五百年前他那个天宫的齐天大圣嘛。圣是啊。所论法力，你我皆非好头。对色。难道就此罢了？不成。
官你可寻过了？早早寻过了。这前面是什么山？哦，前面要到啥的山？啥的山里有个啥的洞？八戒，就说你不用吃了，那个呢？我来替你吃吧。侬那个没有数个呢。听好，师傅看着。哎，辰光不早了，我老子还回去的呀。不对个。师傅名气，我哪个娃娃呢？来大姐，让我想好一顿佳话，回去品品师傅，再品品同名的好德。哎呀，师傅哎，我老子申请过的，要挂教官多，不过要挂，听听我老子好好说的，一个字出来叫我指嗲嗲，喊个字出来叫我指牙。师傅，不假不去景山，还要黄印红片，你到七十不去？八戒，参，好大胆！又要不要心口讲？去景山，总要问我们平镇的。有有有，八戒，你可记得放在水脚的时候，有几只王凤是你不得，养你耳朵，可是有的。有不？啊，有个有个，谁有个？谁有个？这王凤是我好猫，变化的，哪个来的我？哦，谁在弄变化出来的？啊。奶奶我很近的，你还有什么话讲？师傅哎，他事体啊已经摆到眼面前的，还要我说个东西的个？八戒，哎，下次可要说谎。我还没话的，今后不要粗心大意哦，牢牢记住。哦，师傅肯定。我给你去讲情，哎，各位要说我呢。好，等着。好你阿姨，欢迎阿姨。师傅，看在董二名上，全请饶顾八戒。八戒啊，哎，乃为你师兄讲情，就饶你这次。哦，起来。啊！悟空，师傅，此山这样过去。这都不要我说大姐哦，师傅，你们再次谢谢宾客，带徒儿先去巡山，顺便催些信到野谷与师傅八戒从那间。悟空做什么？哦。师傅，董二走了，你们不要乱走。闹闹闹，我在这里划上一个圈，圈。你们手握在其中，谨慎不能问，谨慎。不能缺，等董二到此一同赶路。我的舌头，八戒就说：“跨进裙子坐下。”你啊，走的吃力在哪里？坐坐又说个不好。师傅，徒儿去呀！耶！
我那个不是妖怪给你？你不是妖怪，为什么搞破人了？啊，我说个大屋破人东家。那你都搞到嘴巴搞脏过？我这看不出来啊，我这一脸空的佛香洞嘞。那一道道佛气道，再不长又来吃。看你这身打扮是个出家人。不对、你不是的、哪个又不对的？那我爹娘时常到我到山中是云杂风、从来没有看见过你呀、那谁干的呢？我这种东土大唐来的，到西天把我取经去的。小师傅是东土大唐来的、那是我弄错了、我难道你是妖怪、你不要生气啊！我那个人上路你不是个气呢，可难怪了，非要我到弄堂我的妖怪，要是我老子多心一说，我到弄还是妖怪哈。那现在我明白的，我们不是妖怪，你不是妖怪，我大哥都不是妖怪。是呀是呀，大家都不是妖怪。我个徒弟啦！哎呀，地上冷的呀！可有啥办法呢？你们为啥不到西面寺院去说说，却说在这里？现在有寺院哈。要是没有寺院，哎，我用我去送葬礼。小师傅，哎，我不跟我一动钱哇！干好个，我这个师傅去，我去。哎，你说是徒弟呀？那谁干了呢？有时候我叫他师傅，有时候他叫我师傅，俺两个你这个乱聊的都叫我个啦。师傅，八戒啊，你为我走出群哇？哎，师傅，俺在眼前，现在要是要喊有饭好吃，俺这个冷冰冰的说大东隔离，装在头面后头个洞里。你何以得知？喊的有饭遇不上，再到行到寺院里送斋去个，俺叫姑爹一起好的。何师兄，还是小心，这村姑莫非是妖怪变化？那个眼说去了，人家来当我的妖怪嘞。是大师兄变化，我们不可走出去哇。哎，师傅，破衣说，来，小师傅。哎呀！你是什么神？无情不懂礼。女菩萨，表好，一定好你了，表好。请问女菩萨，何时居在此山？哪里有村长寺院？小师傅。悟空，不得无礼。
了许多妖怪，从未闯荡一个。四位，侬来看呐，这个小姑娘年纪不过16、17岁，屋里头有爹有娘的，哪个没得妖怪的呢？你只见得你。眼前难免心我要不起啊，说将你大师兄这位啊，我确定嘞，我确定嘞，儿啦，老太太，哎，侬请啥人来？小师母，老身请找女儿。哎，谁不在手里拎着个篮子个？哎，是呀是呀，小师母你见过的吗？哎，有个有个，哎呦，我怎样听见？不，那等等再话，等等再话。哎呀，师妹别担心。师母，刚刚被后头当成个小姑娘，可惜嘛一个娘来寻着侬，长老万福，阿弥陀佛。请问长老，可曾见过我的女儿？这
背上，此乃是我大徒儿孙悟空送喂官家不念存在梦。爷吧，这才是你出家人的道理，也是老身福薄，小女命苦。来来来，你就在我同往进城，与他买官成礼，你就是了。说他不是母女，乃是一个妖怪变化。啊，妖怪！陪你们两句，妖怪又被他盗走了。惹我生气，还不是来得来动啊？乃是家私人逃。大师兄，你不会看错？我大胆，不错。侬来看呐，一个小姑娘，一个老太太，侬到现在多少财古洞来了？是妖怪！谁你？妖怪！谁你？妖怪！你毒！分明你野心未退，妄动杀机，还要抢人贵宾，哄骗为师，这天大的财古虚荣得了？哦，师傅。你我一路而来，满径荒山野岭，都有妖魔害人。你来，看，法力方圆，妙古神烟，年轻女子专能刀刃，粉恶法婆婆须何去找？这分明是妖怪变化，要害师傅是恶神。师傅，小姑娘上山送葬，老太太朝山进香，搿也是有的。师傅，侬看喏，喏，你都无门无阶，受气在上，你连伤性命，难饶此罪，为师要念艰苦走了。啊！师父不能念，师父念不得。我便饶你，佛祖饶不得此罪。哦，师父，说着徒儿大死神明，佛祖讲者有徒儿担当，也就。罢了，你要敢顶刀，阿家，就说你要我怎么样？谁我？啊？谁我？啊？妖怪们谁要当个去？他一人人家。哎呀，你毒呀！你须若再这样下去，我便不认你这个徒儿。是是是，你与我同去前村，方不明白在做道理。哦，起来，身起来，多谢师
风。哎呀哎呀，太尉是操怒一番命了，阿弥陀大师兄，妖怪虽然要打，但也不能出入师父。师徒不去荆南，啊呀，且听。却害人之心，三番两次变化贼阴，此去岂可轻一把就我若不打，师徒性命不保，我若再打，师父怒恼，这变去后是残。先去，先去要问，后再报是真呢？真，神明要我跪几跷。
公苍天把饭一马心长去传声将他一旦退去，是多讲中而不讲就是嘿叶奴文本之地当以死卑为本正可杀身害命修行文本师父有虚正经气可枉法顺行今时不惧此药此后你定早起嗨众生死药也应全意归顺可知我不是被普度众生，普度众生也不该是非不明，心要不分。你们将神荡药，害得我一家好苦啊！师父，大师兄，妖怪，妖害我们。
堂前祖坤生呀哇不可难去哎呀苏呀你姐这样做不应凶卖应的什么行念的什么文长的什么善去的什么听啊群生们做空少伴君相爱叫我的叫我忠心死妖怎么样死妖就都要打一不得要挂你的名字阿弥陀佛走吧忠心死不准就是赵万世东啊！我也不饶这。啊！阿弥陀佛！
四位搞得有事的，你看哪？违心四辈，切忌杀生，诬陷凶徒，难取真经。哎呀！天票夫君先生意，恩阔此英雄，催你死。师父，这是妖精作怪，分明的主。丁欢金帆敦南在绕屋一把你是为花鼓山去吧大师兄因为你请要做我一批重金往师父三思我已就欠得多你什么一封边训师父不能写师父写不得师父我替我好想的你我这个徒儿理当把我监控去掉野心未退难去监控去苦难去苦难爸我就走大师兄你不能走师父你还是收留大师兄我其他人者要走我走大师兄你不能走还是我走大师兄师父还都来看哪一个要走一个阿婆要走他还想说个东西呢师父要走大家走要走大家走哎呀徒儿啊你可知天票夫君问问难哟爸我就走
而无可，谁知嘛，能保护师父同往西天共取真经，所以子你无重要计将我变者虚惊我自得受了，大师是生死药，是好你是为命不胜负气杀上图后七天，你要多多的保重。杀死你，大师兄！一路之上，多加小心。是，大家。此去西天，你一不能吞气，二不能吞水，说是事务有难，你要拼命相救，就是刀山火海，龙潭虎穴，你要撤，你要撤，保释取经，牵在你的身上，牢牢记住。老瓜，就提起俺大师兄，算了不，快，去也。自落得如此结果，是为以我老子我何德行那个徒弟，要当要么才凭那个，那不应该将伊赶走个啦。非，他也是连伤三命，岂是我们子弟所为？八戒啊，余为师。青山开路走，
山中翁翁策林哎四位我来去哪启禀罗大爷若是愿啊就是天王寺啊二师兄你哪里仔细啊我跟你说去了刚刚被耳朵当上宫里山口就是到这个寺院里烧香祈个家师父哎我奉旨过带困觉去吧赶快上山既是天王生日理应为他们五女三人顶礼参会啊各大要经过人家多罪孽我不是被小宰养啊哈哈哈哈哈哈孙子你死得落毛那么好就真的我多个人才对我跟今朝火锅山请俺大师兄来见俺师傅不得到嘞这个倒霉儿子看见我气都气成哈后来我洗套苦吃气呀火锅山不能去气不得我还得到高老庄看俺高小姐去还不得到嘞师傅都收拾你怎么办
个都没有的时候我要摸个说我我就让伊摸得两句，一些我要当个说我就让伊当得两句，我绝对这个做，我绝对这个笨，老子喂干嘛要帮帮那个运气的三当起火苗，四渡文清一单炮，是非何不成颠倒，压马的去。很难想，为得花果山你自出门相去，这乃我心烦意乱所获的本领。师母啊，师母啊，你此去西天教徒文学放开心，大侠耶，老孙身在孙连东心碎如
去与金山。哎，启禀大王，外面有谁需要钥匙求见大王？什么人？家来了，八家来了，母凭我家师父违心作意，命他前来教我委屈，教我委屈，正算哎，小子八家进东乡，耶。他的威风凛凛，他的我武林师徒牛大人，在哪个办？哎呀，老子喂，我来啊已经来动在，我这叫胆子大，说没可怕哈啊！我有数的。师兄哎，啊，师兄哎，哪一个？我老子啦，不假是你啊。我把我师父拉一次吃成，师父师父怎样？师父他啥事你可好？啊，好好啊，都好都好，几人都好，你到此得成。我们来帮帮侬打师兄。去好，我别我。方才说有要是相亲进得动来，牛女之路甚是惊慌。再说们，与我赶了出去。哎呦呦呦呦呦呦！给他轻伤哦，一到就见这事体多年，谁让我错在啦？在哪个办？对，我准你自家话，我准你自家判。嗯嗯，师兄啊，哈，又来了，赶了出去。慢慢讲啊！哎，要么侬要我个师弟，我倒要侬个师兄啊！此话怎讲？听好了，讲。自从侬大师兄走了以后，我师徒三人如果位置上有件要怪要急事务，俺老子使尽平生力气保护事务，只因怪不得中，必要怪大人的委屈。这时候我就忙请相亲。你想起什么？我就提起了大师兄孙悟空上神。哎，啊啊啊啊啊啊啊！哦哟，为你起到外号，提起了孙悟空三个字啊，那妖怪呼呼大笑。他笑我，何来？依我道，小小马猴，哦，不足为奇，啊，一无胆量，二无虎女，三思为三，啊，别忘记，我就这来，超金不变，啊，妖怪将。
两天，你在外面起个说啊，齐天大圣四个字要快慢的。去进不图正印，从今之后休来见我。这算难，将猪八戒轰下山去。哎呀，师傅，我老子就弄不来这。砸我来，砸我来，砸我来！师傅到底？怎么样，师兄哎，我讲讲讲，可恨妖魔诡计巧，化作谁日是圈套。哎，师傅被他记得去，虚惊生死，不发之笑。好吊我的妖怪呐！到底是什么妖怪？我不晓得过。这就是千年师母三次变化神鹰要害师父的八国精。哪个来的啊？哦，谁是八国精啊？哎，我老子上当的。哎呀，好糊涂的八家，你粗心大意，蒙骗师尊。混缠绕舌，将妖当神。许静，害得师父悲戚，难去真难尽。师兄哎，我错的，是我错的。嘿。解放我将要动心，害得师师父悲戚。今日我得地上身悲戚，不用说了，这就师父要紧啊！这说难，你们好好看守东风，二师弟啊！催我去要去曹安，师父常在窑洞之内，你我分头查看同行。啊！哎
来，你的孙子，嫌犯被你盗走，今日赶日前来送死。哪个得妙法？侬夸夸放禅师外子罢了，学说不行。先管他吱呀呀个厉害，一怕无言语我拿下了。我来呀！兄哎，师兄哎，走！不准把音摇起大，师兄，你我快走啊！人要念。
好本领好妙法，不知好本领好妙法，不敢。冯逍遥，将唐僧四徒开刀。来，母亲，回娘要问他几句，夸夸松绑。唐僧，我来问你，你有几个徒儿？喂，母亲，你要杀贫杀何必多问？母亲休要惊慌，这就是他的三徒儿邵武器。哦，原来我是，这个对面的那个外面来来的个，来打架！刘七儿子，好气难捉，是出聪明的猪八戒，哪个猪妖子？这只鸟子他们也是长大，你倒给了来，把我老太婆雇拉脚去。那个老太婆要管，那叫我跟同我一同说啊，我来个接头。提什么？喂，这只字倒完又说，熊大。你那大徒儿齐天大圣呢？大徒儿孙悟空被我赶走了。你为何要将他赶走呢？因他一日连伤三民，违反了我们戒律。啊哈哈！为何不孝？母亲，是那女儿两次受顿。哦，三次兵花阵营，叫他首度分离营。喂，娘道未曾想到我女竟修成这般本领。你何不变化一番，也好让大家见识见识。好啊！须知母亲，
不该重要计，赶走了此单忠心的孙悟空。Come on!
哎哎哎哎呦！何出此言，敢怒要停。好。